张龙赵虎当场把安乐侯拿获，消息传开，无不欢喜。包大人在耳房也听着信儿了，这才吩咐一声点鼓升堂，众人齐动手，撤掉了灵堂，拆了棚，脱了孝服，一切恢复了正常。包大人满身功夫升做官位，八般仁义列立两厢，红笔师爷公孙策在旁边也坐下。包大人这才吩咐一声带罪犯，带罪犯。众人像拖死狗一样把安乐侯推上大堂，这会儿他已经清醒过来了，虽然酒喝的多点儿，也中了迷药，但是有人用凉水把他喷过来，安乐侯是追悔不及呀。到了现在，他只能把心一横，把生死置于度外了。这小子还真挺横，迈大步来到堂口之上，立而不跪，瞪了包大人几眼，把脑袋瓜一拨楞，那意思你爱怎么地就怎么地。包大人把惊堂木一拍，安乐侯，你可知道能有今天？呸！包黑子，你算什么能耐？哎呀，拿你的夫人做香饵，诈死瞒名，把国舅爷给抓住，这不算好汉，这跟头你都栽不起。包兴在旁边一听，有点鼓不住劲儿了，呸！我庞玉，你把眼睁开好好看看，那是我们夫人吗？告诉你，她是你们陈州的姚姐，叫大翠兰，我们夫人才不干这事儿呢。哟，安乐侯这才明白。包大人继续问他，庞玉，自从你到了陈州，做下哪些坏事，因何阻止本钦差放粮，还派人暗地之中刺杀于我，还不从实的招来，说快招。两旁差人就喊开。可正在这么个时候，没想到知府衙门外头乱了套了。为什么呢？前文书咱说了，安乐侯手下带了200多个打手，虽然说被安乐侯撵到门外，这帮小子可没敢走，有的蹲着，有的站着，有的来回溜达，左等安乐侯也不出来，右等也不见着分，有些人多个心眼儿，就胡猜乱想，是不是这里边能有事儿？正在他们胡想的时候，听里边鼓响声，哎，这怎么回事？灵棚也撤了，他们就知道事情有了变化。这些人呢，都是飞贼，上房登墙不用梯子，有几个脚尖点地，蹭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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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上了墙了。等他们长身去往院里一看，大吃了一惊，闹了半天包大人升堂了，安乐侯被人家抓住了，有几个眼尖的就发现了，就见这几个小子像火烧屁股一样就喊开了，了不得了，侯爷叫人抓住了，了不得了，侯爷上当了。群贼在外边开了个碰头会，
事到如今，只好武力解决了，干脆闯进去杀了包黑子，把郭舅抢回来。大家一致通过，这才破门而入。要讲究打仗，这是他们的家常便饭。那当兵的怎么能是他们的对手？国家的官兵往上一围，你们要干什么？你们要造反吗？造反就造反，招架，哎呦，噼啪噼啪，就打开了交手仗。这一伸手，官兵就躺下二三十人，那阻挡不住。包大人坐到堂上，往下这么一看，大惊失色，坏了，看见没看见？这计策白定了，真没料到还有这么一手。包青天吩咐一声，给我挡住。连张龙、赵虎、王朝、马汉十二名勇士也加入战团，就在这个院里头展开了肉搏呀。眼看就顶不住了，安乐侯心里头高兴，嘴里还喊呢：“打得好，打得好，快来救我！”有几个贼听见了，拉家伙就窜过来了。如果要没人来帮忙，哎，包的人命都保不住了。正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，突然这房上上来两个人，噌噌，其中有一个人手中擎着明晃晃的宝剑，斗丹天高声喊喝：“呀！”毛贼草寇休要猖狂，慢要撒野，俺斩凶匪大窝了。旁边还有个人喊：“毛贼休要发威，陈州的老隐士你老太爷子燕子陀也来了。”哼哼，一老一少飞身行，跳到天津当院。南侠一晃掌中的宝刃巨阙剑，这院里就打了一道电闪的寒光。这把宝剑这个亮啊，切金断玉，雪铁如泥。燕子陀呢，手里头也擎着把宝剑，这把宝剑冒着蓝光，书中代言也是一口宝家伙，名叫紫电青霜。论质量仅次于南侠的巨阙，这两把宝剑都是稀世的珍宝啊。人的名树的影，要提起南侠来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，要提起燕子陀来，这些贼脑袋里头也有印象。群贼这么一看呢，坏了，怪不得包公那么横呢，还有侠客跟隐士难中保镖啊。有些人就不敢打了，但是也有几个亡命徒打算过去比划比划，刚往前一窜，就见南侠把宝剑一晃，擦亮亮亮擦亮亮亮擦亮亮亮，这什么声？把他们手中的兵刃全给削坏了，枪尖没了，成了金箍棒了，刀头掉了，光剩刀把了。这贼他知道厉害，抹头就跑啊。南侠喊了一声：“降者免死。”有的投降了，有的逃跑了。南侠也不追赶，莫回身来，来见包青天。包大人这个乐呀，真是喜出望外，左手拉着展昭，右手拉着燕子陀，
往里面相让。可这两个人都挺自觉，因为包大人公务甚忙，还要升堂理事，所以就说了几句话，垂手退在一边。包大人得先办公啊，命人把院中的尸首搭下去，该怎么处置怎么处置，这些善后的事咱不必详细说。包大人继续审讯，这阵的庞玉啊，像泄了气的皮球，当时这腰就直不起来了。他一看完了，我这条命大概是要保不住了，所以说话也不像刚才那气儿那么粗了。包大人把惊堂木一拍，庞玉，你还不从实的讲来，说吧。这庞玉就一个要求，包大人，咱们远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我为什么反对你呢？因为我怕你找我的毛病，我承认有错，咱这么办行不行？你把我大囚车装木笼送到东京，交给三法司六大部前去审问，怎么样？我就这么一个要求，到了东京爱怎么处分就怎么处分，分身碎骨我也愿意。包公一听，他耍心眼儿呢，真要把他送到东京，不管交到哪个衙门口，他这命就算保住了，有他爹有他妹子，那两个人在上面一活动，安乐侯还死得了吗？包公心里的想，嘿嘿，干脆我就在这儿把你收拾了吧，你哪儿也甭去了。安乐侯，可以，我满足你的要求，不过可有一样，你得先招供，把你所犯的罪行全招出来，我剧本上奏才能把你送走。是啊，我要招了就没事。对，你看他嘴那么说，他能老老实实招供吗？包的人没办法，把草上飞相符给带上来，让他们当堂对词。这相符真要削好，往堂口上一站，差着要用手指着安乐侯的鼻子。庞玉，你说不说？你不说我可走了吧，光人命你有一千来条，你做那坏事都在我肚子里装着呢，你说不说？安乐侯一看铁证如山，人证在这摆着，不容他抵赖，所以他吞吞吐吐把自己的罪行做了交代。他说一条有人记一条，最后往这口供就记了一大本子。记完了，包大人看看，让他画供，把手牙摁上了。等他画完了供了，包大人冷笑一声，庞玉啊，按你所犯的罪行，拿出一条都死有余辜。我本有心把你送到东京，但是路上这个罪你也受不起，早也是死，晚也是死，何必受罪呢？干脆我就把你打发了得了。哎，包大人，你说话不算数。包公也不理他，抱拳一拱手，请御刑。御刑是什么？就是三口铡刀。包大人手中有特殊的权利，在皇上的面前讨些的圣旨。这三口铡刀分为龙虎犬三等。龙头铡，铡的是朝郎驸马公伯王侯；虎头铡，铡的是帘外官员五府六部九卿四相十三刻道八大朝臣；
凡是当官的犯了死罪就用虎头铡，这犬头铡又叫狗头铡，铡的是普天下不法的黎民百姓，真是刑外之刑，法外之法呀。就见掌刑的勇士把蟒套拉掉，把虎头铡就扔到公堂，唐玉甩脸一看，吓得魂不附体呀、啊！这铡刀跟铡草那刀有点区别，比那个儿大，比那细致的多。就见楠木的铡刀床，二指多高的马牙钉，放明刷亮。在铡刀的前面是个虎脑袋，上头画着个王字。铡刀背上就好像虎背一样，一条一条的，虎尾巴就是铡刀把。那铡刀冒着青森森的光，让人瞅的是不寒而栗。赵虎掌刑，身披着大红，一伸手把老虎尾巴抓住，嘎吱吱吱吱吱吱吱，铡刀提起。又过来几名勇士，把安乐侯摁翻在地，去吧小子，飞进铡刀，请大人宴请。包的人站起身来，把袍袖一抖，脸往里一转，他不看这个，吩咐一声行刑，行刑，咔嚓，这一刀把安乐侯是结果了性命。就这个消息震动陈州，迅速传到四面八方，老百姓无不鼓掌称快，真是清官呐、啊！包青天名副其实，为民做主，好清官，没想到安乐侯大国舅也有今日。就这一下，包公这名望是平地一声雷，比以前高的更多。包大人铡了安乐侯，命人用棺椁好好陈列，把这棺材尸体得运回东京交给他们家，人死不结仇嘛，爱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。然后传话把安乐侯的侯府给抄了，这一抄侯府啊，找出很多犯法的东西。咱们前文书说过，安乐侯早就怀有不臣之心，私造龙旗、王冠、龙袍、大宴，另外跟宁夏国往来的密信，这些信件十分重要，包的人命公孙策一一妥善保存，回去得让皇上看看。另外在这侯府里头搜出很多民间的妇女啊，问明姓名，打听好原籍，散发路费，一一把他们遣送回家，这就更受到老百姓的拥护了。那么包大人把他处置完了，这才开始开仓放粮，由陈州的知府李清平和本地的官员帮忙登记在册，包公就忙于这些事儿。燕子陀和展昭一看包大人太忙，不便在这打搅，有时候露面，有时候不露面，行前观后，暗中保护包大人，以防意外。因此放粮这个工作进行的相当顺利呀、啊。那无数的饥民得到粮食，得到钱，这才从死路上又回来，大家感谢朝廷，感谢包大人。放粮进行了多长时间呢？足能有三个月，基本灾情这就算好转。
不管吃多吃少，每天总能见到粮食。包大人传话，一面从寺外增进粮食，一面向朝廷要钱，尽量满足大伙的要求。与此同时，他要查看地形，兴修水利，看看农田怎么样得以收成。要遇上这么个好官，老百姓算享福了。咱们书说简短，到了第二年，风调雨顺，陈州获得一个大丰收，家家都得到温饱的生活，老百姓连烧香带磕头，有的把包公写到牌位上当活神仙祭祀。包的人是临时的官，他就管陈州放粮，现在粮放完了，灾情没了，老百姓过上好日子，他算完成任务。所以包大人这才拜本准备回京。消息这一传出来，老百姓舍不得，这个好官谁愿意走啊？第一波就是本地的文武官员，能有30多个，在这挽留包青天。无论如何您多住几日，包公没办法，答应多住10天。10天的功夫眨眼就到了，包大人又要走，本地的举荐生员都是念书的，又来挽留。包大人一看盛情难却，又多住10天。等10天到了，刚要走，买卖人的代表又来了，无论如何挽留10天。哎，咱们书不重叙，左10天右10天，包的人又住了2月。最后一看时间太拖长了，这才发出放告牌，感谢大家的盛情，非走不可。众人一看留不住了，这才赠送万民旗万民伞作为纪念。什么叫万民旗万民伞呢？就是那个布上头写上名字，哎，做成伞，那旗子上签上名，作为永久的留念。因为人签名签的多，所以叫万民旗万民伞。就光这个，包的人就收了5车，这得妥善保管呢。等临走的这一天，陈州都要翻了个了，万人空巷，老百姓全都出动。包大人一看不能坐轿，自可步行赶奔10里接官厅。有很多老百姓眼泪都掉下来了，这才要面见包青天。